不是老板不好找，是漂亮的老板娘不好找。到现在，就是她漂亮的程度，让我觉得她真的不太像老板。对啊，我在菲律宾长大、啊，我有时候就是在逛什么屈臣氏，然后听到外劳在迷宫。哦，这个讲话要小心哦。就会偷听，然后想说他是讲我好看还是不好看。所以你平常蛮闲的。你有办法直接公布做法吗？因为一般店家有时候是不想。不想。谁会想啊？这个脖子长长的，这个有一点的，真的是有一点长长的耶。今天不得了了，怎么样？自己的频道自己救，什么意思？我的民间友人、啊，平常也会帮我去看一下，哦，有没有可以寄生的？对，老板娘不好找，不是老板不好找，是漂亮的老板娘不好找，还是你最近过得不好？没有，然后我的朋友就他有一天就经过这个店，然后他说这个老板娘可以，然后就直接传照片给我，我就丢给我们团队。没有，我们同事有先去看了一下。你现在还用这种假视镜，真停，先开，对，对了，来会会他，成功又漂亮的老板娘，我们又来了，来寄生了，来寄生，嗨。你好，我们刚好在装饼干。哦，通常在装跟装忙的，就是我们要找的人，还是有别拍的。他一开始就说我在装饼干，是我朋友发现这个店，然后传给我。谢谢。怎么称呼？可以叫我 K。K， 所以遇见你之前我是我妹 K， 我妹 K， 太老了吧？这太老了，太老了吧？恐龙扛狼扛狼扛，恐龙扛狼扛狼扛。开多久了？问一下。我在网络上卖3年半。怎么取货？你是用宅配吗？我们都是宅配，然后后来才有开放自取，因为后来自取的人越来越多。啊、因为看到你本人。对呀、啊。啊哈哈！肯定要自取的吧？哎呦，我自取的，我也想取。来买的一些上班族等等的，他们觉得很希望有一个实体店，可以想吃的时候就来。是。对，所以我就开了这间店。那开店跟你原本想象的有落差吗？这些细节等等的都真的花了很多的功夫。都是你自己？这里面比较特别的是这个甜点的时钟。哦，那就是，等一下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它是真的会动的时钟、哦，然后每一个都是不同的，一开始元老级的软饼干口味。你刚刚说这个叫什么饼干？软饼干。软饼干。它其实红起来是在美国的纽约，大大厚厚的，所以。那它里面是会有馅吗？我们的特色就是每一个都要打开，然后有料。当然，哦、对不对？惊喜一个艺人没料，尴尬。所以我一定要来有料的店。看起来你也是有混血的，你是从美国来的吗？我跟美国没有关系，但是我外婆是西班牙人。哇、哦，也是混血、啊。西班牙就是韩国人生气的时候我会讲的那个西班牙人呀，西班牙。你说外婆是西班牙，那你自己会西班牙语吗？我在菲律宾长大、啊、所以是西班牙混。没有混到菲律宾，没有混到菲律宾、嗯，你会讲菲律宾话吗？流利的。哦，啊，真的假的？算流利。那你有办法自我介绍吗？那你怎么知道我讲的对不对？那你讲说张立东好帅，菲律宾话要怎么讲？会不会连讲不出来？会。我们就是讲你好帅 ，ang guapo mo， guapo 就是帅 ，guapo 长得好看，长得好看。对，我有时候就是在逛什么屈臣氏，然后听到外劳在迷宫。我、哦、这个讲话要小心哦，就是。来自菲律宾的朋友，对，你会偷听他们讲话，就会偷听，然后想说他是讲我好看还是不好看还是怎么样。所以你平常蛮闲的，因为我等一下要在你们这边帮忙嘛，对，所以我想说你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环境啊。这其实是一个之后要规划做教学桌的桌子哦，这里很多亲子的客群，妈妈跟小孩或爸爸跟小孩，然后可以一起做饼干。那只会有爸爸跟小孩。有很多妈妈啦，妈妈看到你这样子，还是爸爸自己来而已。对啊，但我想知道，因为你是混血的嘛，对，混血的审美观会不一样吗？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？就是要看起来干净，也要真的干净。那立冬看起来是干净的吗？要看他的指甲缝缝哦，很细哦，很细哦。再长一点就不及格了。对，注重这种细节是。对。对啊。啊，我们台湾有一些男生他是会。边喝水然后漱口，可以吗？啊，不行，漱口完喝进去，真的不行。可是吃拉面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漱才好吃啊，然后才那个啊，那个漱可以，哪个漱不可以？晚上的漱不行。
这边也算是约会的好地方。对，我们这里很多情侣会坐在一起，然后稀稀疏疏的。你是也是有疏疏的声音。就是，你算是有点月老，就是提供这个场地让他们恋爱的去处，对啊，去处约会啊。我蛮喜欢看他们有时候在这里，然后就这样肩靠着肩。可是我们也有吵架的，就是吵架的。你有看过怎么样？因为这里很多女生喜欢拍照，是她可能就跟她男朋友说，那你就站在这个点这样拍。可是因为这里都有镜子会反射，都会露出，没有拍到反射的镜子。然后女生就会说，我叫你这样拿，你就真的这样拿吗 ？K 好像蛮喜欢偷听别人讲话，而且听得很细耶。你算是八卦神，不是？到现在，就是她的漂亮程度，让我觉得她真的不太像老板。对啊，是真的。那我现在要真的要来帮忙了。我们目前没有找男生的员工，哦、未来可能会。未来可能会啊，看看看我，對對對，我可以来当女士店长啊。可以，就是指甲缝缝干净的那种。指甲缝缝，他很在意，因为待会要做饼干、啊。OK， 好，干净。那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做饼干。好。我们现在来试做你们这个软饼干。你穿的那个围裙看起来有点偏恶心哎、欸，那是百褶裙吗？很可爱。就是男生要穿，我们也都很欢迎。应该不会有人要提出这个要求、啊。我们是想看女生穿，怎么这个节目变掉了？这个是什么口味啊？这个是我们的黑巧克力。如果想要做成这个，是困难的吧？其实它的做法不会到很複雜。你有办法直接公布做法？因为一般店家有时候是不想。不想。谁会想啊？你不要挖洞给人家跳、啊！我以为这什么陷阱出来、欸？那我们来问一个商业机密。嗯，来，你平均一天可以卖几片这个饼干？我们要看旺季跟淡季，旺季可以卖到100片。一天可以卖到100片？旺季如果有礼盒盒装的话，很厉害哎、欸！一片100块，一月。你算得很清楚、欸啊。因为我前一阵子接了一个早餐店，准备要跳槽。来，就像捏吗？像捏泥那个泥粘土那样子吗？对，首先你就是先拿起来。欸、它比我想象的粘土还要软呢、欸，而且它会黏黏的，不可以一直放在掌心哦、喔，嗯，它会太热。OK， 你要用手指的力量，嗯、哦，你这样又捏回去了。你到底会不会、啊？我扭扭捏捏。你就拿起一颗麻薯，一颗麻薯，开始要包起来喽。哦，用你的大拇指。来了，这有点像包水饺或小笼包，是不是？想象你在包小笼包。完了完了，他好完了完了，他脸逐渐失控了。我跟你讲，差不多。这个形状是上面那颗太凸了。你想要做什么东西吗？我想当个突出的人。这样子，它这样会不会限量没有在中间？这个要烤出来才会知道，哦、有没有真功夫？哎、欸，到时候标记清楚哦，说不定是他的。不会，那你的就放这里，不要跟我放太近。切割，而且我放尊重一点。像你们这样子，会不会就是工作上很成功啊？反而会男生哎、欸、不太敢接近你们？不会啊，因为我蛮、啊、有自己会主动接近，对不对？我就会这样哎。欸什么啦？他很配合哎、欸，他又要偷听别人的聊天。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很有距离感。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幽默的人？因为我上班都会。随便捏一个笑话来，所以他们就已经、哦、你会讲笑话，真的假的？很烂的笑话，来来来，我们听一下，来来来，我看多烂。我一直很想叫你赖先生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值得信赖。我发现你笑话的风格跟立冬其实很像。回敬一个，回敬一个。我因为我姓张嘛，对，我会一下说我姓林，一下说我姓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酒后乱性。好啦，有点累死了。就是要讲姓氏的嘛，我要配合他。哎、欸欸，这很难呢、欸。你会这样跟客人开玩笑吗？因为有一次外面风很大，就说哦，外面那风好大哦，这样人都站不住了吧？然后客人就这样，嗯。我就说哦，那不是这不是笑话吧？对啊，这是一个真实的自然情况。一般不是客人就会说哦，真的风好大这样，所以他就说嗯。这样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要怎么办？完蛋了，好糗、喔！遇到冷漠的客人，对，我很怕遇到冷漠的客人，好可怜，很玻璃心。那这样要烤多久？14分钟，14分钟。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把它送进去烤箱。OK， 对，来，我们期待一下到底是谁烤炸。那我们要把它分开一点哦、喔。有啊，你的线还露出来了、喔，你要不要注意一下？
我们现在在等饼干在烘焙的时间，嗯，好吧，我们来玩一点小游戏。K 他应该很会捏那种饼干啊，感觉他手应该蛮强。是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个捏黏土的小游戏，他来捏，然后让你猜。以前相当经典的游戏。对对对对，复刻经典游戏。在20年前。来喽。好，那我们出题。好，那你先转过去，不能看答案。第一题，看好了吗？OK 了吗？看好就要盖起来，我转过来了。你不能讲出来哦，你讲出来就犯规哦。啊，这个脖子长长的，这个有一点，真的是有一点长长的耶。哎、欸，这个行动力都觉得是，我觉得，我觉得可以。最后十秒哦，九，这样真的可以。八、七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来来。这个会生病吗？他是生病的，他可能会生病。对，条状物嘛，就不外乎那几个，可能是杏鲍菇之类的。他这个又有点捏得像星星的形状，感觉是生病了。但你又说不是生病，我大胆的猜，茄子。对，你看，怎么这么厉害？你从哪里判断它是茄子的？因为它不是菇头啊，不是，它捏一个星星的茄子的头就长这样。OK OK， 第一题，天哪，小试身手，来来来，第二题，准备，转身转身，准备第二题，完了，预备，开始。目前有头绪吗，立冬？怎么可能？我觉得他在闹啊，要快哦，好，最后十秒，三、六、五、哦、四、哦、三、二、一。这太难了，因为他有100个说法吧。汉堡，如果中式就是挂包，像最近比较流行的，你看肉夹馍，大概有800种这个东西都长这样啊。可是我有一个精髓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有个精髓，有时候会有一点外露，就是啊，二一，答案是。太不像了吧！立冬，你告诉他这个东西要怎么捏？你要捏一颗珍珠。那个，你等一下擦。哦，你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现在是，这次算他的，一胜一负哦。那我们最后一题让立冬来捏好了。我觉得不要，还是你捏啊？还是你捏吗？你捏，要让给他。你捏。好好，他应该不会猜。这个算简单的吧？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请讲。他都先从条状开始下手，他是忘记那个东西长什么样子了，站不起来，要看医生了。太软了吧，这什么？最后十秒，你不能干扰我，对，你不能干扰他，我没有，我在看啊。然后最后十秒，哦，有十，你要加一个我们看得懂的东西哦。五、四、二、一 ，OK。哇塞，这个能够猜得出来，他这个真的是太抽象了。给你一个提示，跟最近的时事有关系。全世界的大事，哇，你这个给的很大哦。全世界的大事，川普，川普跟川普有关吗？好了，再给你一个提示，它是一个建筑物。屁啦！这样，塔啦，一定是什么塔啦？东京铁塔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是哦！来，我们公布正确解答。这烂咖啊，巴黎。那时事是巴黎铁塔，奥运啊。哦，那很远，好不好？有争议。真的？哎哎，铁塔都长这样啊！我管你是巴黎还是东京，巴黎东京都长。对啊，不然这样啦，立冬你捏一题啦，然后让他来猜。好了，好了，来来来，我看一下。这题的题目是简单吧？简单吗？很难呢、欸。很难。你刚刚一直说别人捏的细节啊什么的，你自己好不好？好，这是你心中他的样子是不是？对，一定要把细节做出来。哎呦，我感觉是这个的发明者。这是 A 吗？ 8, A 七六 A 个屁啦！四三二一，来，可以吧？请说出你的答案。提示，细节就是它的构造。它的构造，这种构造会不会是 K 没有看过的？对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的。每个人都有吗？不，每个人的喜欢的样子不一样。你喜欢有 A 的？我知道了。来来，三二一，三个字哦。三角裤。哇塞！来公布答案。
对啦，哎、欸，很厉害哎、欸。因为男生就是这边有一个那个嘛洞，要把那个东西掉出来啊。我刚刚只是没有把这个，一般会那个洞是方便我们上厕所吐舌头。对，你有看过这种款式的吗？有吧。好啊。好啊，算成功了，算成功了。我觉得饼干快烤焦了，然后本来吃饼干，好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直接享用饼干，来 ，Go！ 咚咚咚锵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现在已经烤好的这个饼干，好香哦，分不出谁是谁烤的。屁啦，你那个这个烂掉了，好不好？及格的软饼干它会长什么样子？有一点这种。岩石表面的这种感觉哦，可是不会太厚吗？就是要这样才过瘾。所以跟你们那个里面卖的是一样的吗？对，这都是可以卖的。欸、这个可以卖，这个可以卖。哎呦，那你会卖吗？我会吧，这个其实看起来差不多哎、欸，就是可以啦。所以像这个，它表面没有那么多，太光滑了。对，因为这样会很明显跟别人不一样。哦，他皮肤太好了啦。对 okay,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来品尝一下这个招牌的软饼干。这个口感我很喜欢诶、欸，外层是饼干的脆，那里面呢又有接近布朗尼的感觉。看我现在如果一口气可以吃到马吉，那你可以一口气把它吃掉吗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马吉的口感又怎么样？我觉得一定要加马吉。因为有了马吉，他的人生就不无聊。哎呦，嗯，很好吃哎、欸。我们要让 K 打下分数。对啦，觉得立冬的表现如何？其实这个虽然有一点丑，但是马吉是有一点丑。你说他冷还是说？就是餅乾他说这个饼干饼干，但他的马吉没有爆，有一些马吉会外露，就是会很丑，就是在那里。你说像你刚刚的那个蛤蜊一样，对，算是有认真用心。OK 啦，我们今天见识到了说，那么漂亮的老板娘，其实她是。一个很喜欢听人家八卦，然后偷听人家讲话，又喜欢讲笑话。好了，那希望关注这家店，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精神上流大成功。遇见我之后，你会属别的动物，你会属虎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让你属虎哦。